走来了。哎、欸，你清掉他们就要重新再收集嘞，那这样就有点关不了台。然后秋风就觉得干，我不要玩了，我要关台。然后我们就赢了。十点啦。对啊，那我看到。一起来抓。哇，好多、喔！叫他们给我平手。走，平手输。头脑加油，投降输一把。绝不投降。我觉得我们分数上没有输啦，对啊，真的没有输啊，70输啦，25啊 ，OK 的，真的是时间问题。对呀、啊，金苹果可以解毒哎、欸，是哦，吃的过程可以吗？那应该说吃完之后可以解吗？对，吃完解毒。哇，我真的看到首脑是跟战士一样疯狂的乱，直接飞七进七七出哎、欸，对啊，巧克力无双哎、欸，真的是，真的是巧克力无双开起来，太累啦。这没死要强哦！打死你们！写下传说哎、欸，真的，只剩我啦！这样都可以把怪给清光哎、欸，超强的！强有点扯哎、欸，清完啦！我们还可以放怪吗？都放光了都，放光了！只能撑到十二点，让秋风关台的。对啊，只能靠这种招数啦。对啊，要放女巫了！哇，没了，四只。你要放隐形药水了吧？五支出来了，给他们先放。我也去拿怪物。哦，这些深海只会烦死，超烦！我真的觉得我们首脑太猛了。Lost all， 哎呦！啊，亲我的包包，我已经没有亲巧克力耶，还想亲？我好可怜啊！要亲哎，我们分数领先啦！哎、欸，我们哎、欸，我们赢了、欸，我们赢了，分数领先，分数领先。哎、欸，中岛，你问他们要不要投降，我们赢他们25分。你们打字啊，你们打字。你要不要投降啊？我还要换，可是东西太难了、啊，我没办法一个人采集啊。你可以一个人瞅四格，然后再手去弄骨头，蜘蛛脸，好恐怖哦！对对对 ，good good， 我们精神上不能输，精神上赢了，精神上赢了。投降输一半，大家好好睡觉嘛，对不对？我要把全部都换掉。哎呦，换太多。我等一下用隐形过去放东西。我们先通过外面这一关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对吼，外面他们还有一波吼。对啊。有苦力怕、啊。我苦力怕最好了，啊，还不错，跟他们拼了，拼了！哎呦，我脑够！哎呦，交给你了，真的，信心喊话好棒哦！哇，苦力怕来这边探监呢，要不要进来啊？探监，要不要进来啊？我们最好47个纸哎、欸，小 K 需要可以来拿。对啊，我们门口还有很多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其实，花不了多少吧？才，我再放最后一波啦！我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！搞不好最后一波蹦，他们就死光，然后我们就赢了这样。他们只要有11个，我们就有机会。真的，希望他们可以至少11只，11个，快11个，拜托啦！我小看一打四的实力啊！11个就说你们一打四。一打四还输什么东西？输一半，输一半，不要再继续下去了，太丢脸了。哎呀，被什么打？哇，他没有什么事情，没事，放到自己家，有点屁事哎。哎，他们电脑是不是都高级设备啊？我真怀疑。哇，我知道穷的是啊、欸。可是我知道把他们打退了、欸，打退了、欸，一打四还可以打退呢、欸。他们没有在，
出来了、哦、啊！哎、欸，巧克力真不哎，在跳啊！全部都在干嘛、欸？省油的灯啊！哎、欸、呀，这有47个纸片可以来拿，还是要还越来越多。重点不是要纸啊，重点是要其他的东西啊。为什么要放中间买啊？因为就有那个东西啊。哇！好痛好痛！爆炸了！没事没事，松脑袋就鼓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，来，我们继续加油。我们信心感化。二端三根柱子扯不断。继续用文字讯息。加油，加油！来放热气球去对面。哎、欸，他们刚刚没有死，真的很可惜哎、欸。啊。哦。对面是太一直狙狙。我知道大家都想要休息一下，可是我觉得我好想要至少杀掉他们一个人，我可以刁爆他们。对啊，这绝对是首脑的问题，这样。硬要，我们这次已经很给力了。对啊，我们这个新手啊，对啊，我觉得刚刚真的很有机会，真的只是被抢了先机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太善良了。我们只是慢了一点而已。嗯，都是因为秋风一开始就说男人要慢一点，我们就他随便讲讲，你怎么就听了呢？人家可是很快的，他很快啊，真的很快哎、欸！快你怎么那么了解？太快、欸！哇！我要杀过来！哇！鼓励炮来了、啊！哇！连我都能中毒啊！哦、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、欸，你看一下鼓励炮可以把监狱炸掉？不行啊，要炸的话地板都要破了。加油啊，松脑！赶快把指打个指令，把这个什么防从里面杀出来，再杀了你。哇、欸哦，真的七进七出哎、欸！南天门砍到太多只了吧？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！强强强强，还又杀光了！哇哇，太强了吧！真的，我就打耐心战术啦。只能这样啦。我说奇怪，怎么一直杀不死巧克力？对，巧克力在锻造他的传说。等死哎、欸！别死，别死！鬼怕，缓缓走过来探监。快没血啦！不要、啊！哦，鬼怕完了！还、欸、没事，还、哦、活着，还活着，没事。哇，战神！痛死人了！我都看到你在哪。巧克力是永远不会融化的。太扯了啦。好，我可以去拿火药粉了。火药粉一次才一个，太少了。哇哇哇，又灌又灌。你们全部在里面。里面还有一些纸是不是？欸，其实我们不讲、欸、我们。纸超多。我们就可以。纸、欸、把它丢出来。对吧，纸。Go go， 还有一个哦 ，good， 还有一张，一张别了别了，哎、欸，这边拿纸要让我死啦，别死，帮你加油机器、哦，巧克力啊，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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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要死了 ，OK 的 OK 的，哎呀，喷喷了又喷回来了，结束传说，真太厉害了，还有一个不要传传说，手脑问题真的太强了，这个手脑真的不一样、欸，画下了一个传说，嗯，好啦，干下去了，值得尊敬啦，没有逼对方按了，逼对方按了，没有，我刚还想进去升级一下火药，可惜的，可惜可惜，我今天晚上要在我的那个床铺上面写一个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差一点，我们去大通号吗？好啊，好。啊，真的太可惜了！那他们接，哇哇，一打四哎、欸，还可以击退呢、欸！真的，怎么样？巧克力最后太厉害了！刚刚、喔、最后如果不要进去，就还可以再打。怎么样？你有什么话要讲吗？哎、欸，我觉得有杀过我们的，我们我觉得真的是领导者的问题耶、欸！而且我们真的差一点，你看我们是先500分。对啊，然后我们最后其实已经准备了一波攻势，然后可是你们先没有，是还没有放，因为你们先放怪，然后我们想说那先守这一波，
然后结果没想到你们一波接着一波，让我们那最后一波一直没办法打出来。哦，难怪你会那么多东西。我想说，我们把你们猪人都没收，你怎么还可以放东西？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想要打最后一波，然后结果没想到被你们占了先机。我们就是一波接着一波打啊。对啊，我们就是不连续连续不断的一直打啊。因为你们那一波有点强，然后把我们打退，导致我们那一波就一直打不出来，我们就一直在变成防守。如果再给我们一分钟，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出去了，放不出来。给我移出来 ，QQ。你看我教过他们一次之后，应该有比较强一点吧？你少在那边夸奖你自己啊！哎，我都还没有死哎、欸！妈的，分手杀，手杀呢、欸？我们手杀，先五百分也是我们。手杀因是什么原因？你知道吗？知道什么原因？因为我只有骨头跟铁盔甲跟头盔，然后我被四只酷弓箭手追，然后都有武器的人都不在，被放了。而且重点是队友的问题啦，重点是有两只酷弓还附魔，你知道我怎么办？因为照理讲，那个酷弓不会走到房子里面去了，就我们这边没淹水，所以他走到房子里面去堵我。阿靖，你刚刚说怎么办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投降就好了，就不用打那么久了。对啊，但是我们想赢啊，我们想赢啊。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投降？你们三个人输了就应该早点投降喽。哎、欸，在看首脑创造神威。我刚这一波攻势还把你们打回去，不是吗？都没有啊，我还是持续的在丢怪哦、啊。有一波，你们整个都打到里面去，没有出来啦，外面还一堆怪。我觉得啊，太可惜了。原本想说至少再干掉你们一只，我们就心满意足。结果一只都没有，一只都干不掉，差一点了吧？你们刚刚有差一点了吧？杀如果杀到了还得了哦？哎、欸，你想我剩一个人，我只有纸而已，其他都没有，要自己去拿。还可以杀到人？没有啊，没有杀到人啊，要说几次？你们还没有杀到人呢、啊？是、哦、怎样？哎、欸，人间炼狱哦！杀到了，杀到了。我知道了。好吧、啊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至少他们已经很厉害了。可以了嘛？下一次再来玩，应该就跟一般，就应该就比纸片强了吧？很好啦，这也太瞧不起纸片了。不要这样，哎、欸，纸片也杀很多人啊。纸片这次算蛮有用的，显著啊。纸片真的蛮有用的。对啊，纸片啊，我觉得是谁带了的问题耶。不是啊，纸片本来就蛮有用的、啊，纸片可以换弹，又可以换装。对，我就是想讲这个。我知道纸片真的很有用，纸片可以帮我们换一百分哎、欸，可以取消别人的装备，还蛮好用的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好棒啊！下次就换我们赢他们。队友帮我讲个话，换我成为力。哎，纸片，下次我们换我们赢他们，嘴爆他们。可是为什么？哎、欸，等一下为什么我跟你一队的时候你要故意这么雷？不知道、欸，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就会变雷啊。首脑问题。我为什么要故意变雷？搭配问题 是你不懂得怎么用它，搭配问题啊，不懂怎么用它，所以人要用到刀口上的意思啊，又错啦，我遇到了错的人，用错方法啊，好好好好，至少这次我觉得打的前面打的还蛮势均力敌的，还蛮精彩的啦，对啊，还可以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错了，是不是好玩？还不错，下一次再来啊，下一次如果我们有很多人来参加，我们可以三个人一队，然后分成四组。然后先 PK， 先 PK 之后再来一个总冠军赛，这样、哦、可以啊，继续哇，还有总冠军赛啊，对哦，先 PK 完就是两两对战之后再来总冠军，有没有？会不会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新人来啊？又有新人，又教新人，每次都有新人，没有办法、啊，有新人太累了，一样会有一直会有新队伍加入嘛，不错啊 ，nice。好了，我们就谢谢大家，真的谢谢大家，不错，谢谢大家。你们到底在干嘛？为什么一直要放岩浆？我不晓得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为什么他们在外面玩这么开心，我还要里面？对啊，我们一直在里面。对啊，我们在干嘛？你们还在里面哦、喔？那个纸片没有救你们出来哦、喔，你们好没良心哦、喔！纸片，你好没良心哦、喔！你自己飞出来，你没有救他们。什么？纸片。好险！我刚没帮他们讲话、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纸片在那边倒岩浆倒水的。纸片，下次你还是一个人吧。你的领导不要你了。领导不要我们、啊。居然是因为这个，因为倒我们。下次我们三个一队，不要纸片。下个礼拜二是日常啊，然后到时候再见喽。下礼拜也是过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下礼拜二是大年初二，对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我们下礼拜再见。
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感谢大家啦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我们那边已经变炼狱了，休息喽。那边怎么了啊？你们那边怎么了、啊？被纸片用的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玩的太……啊，稍微说一下，下礼拜。下礼拜过年期间，这个主台都不会开哦，所以日看日常新生活，就可以去看他们。然后感谢大家啦，我觉得我们真的蛮尽力了，很努力了，蛮可惜。下次三月份再努力，休息喽，谢谢大家支持，晚安，拜拜。橘子兵，拜拜。